密密麻麻的蓝雪覆盖着海面，空拍机拉远点像极了一团泡沫。这些鱼类的尸体覆盖面积达到3000平方公尺。欧洲环保署表达关切。远洋冷冻拖网渔船协会发表声明说，渔网破裂是非常罕见的事情，正在了解事件发生的真正原因。